一切行动都要以赶赴泸定桥为首要目标，不得连战。我们要以一天一夜的时间，跑完这240。没有别的办法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同志们，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，今日一战，舍命拼。当初我们打湘江。 过乌江，占遵义，有哪一场仗是有希望赢的？可是现在我们已然站到了这里，我们还在，我们只有一个信念：拿下泸定桥。是。三连，快，过城门！一二三。想当娘的长命百岁，就别来当兵去打仗，打仗都得死人。前进，前进。